好棒哦！首先，我们请Yibo的好朋友们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潇，Yibo的师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UNIQ 的队长，也就是我们王Yibo的哥哥。对，王Yibo的队长周逸轩，谢谢所有主持人，谢谢所有观众这么多年来对王Yibo的照顾，我在这里谢谢大家。那么你跟他爸似的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家长来了，家长来了。接下来，我是 UNIQ 的李文翰，然后是王Yibo的青梅竹马吧。青梅竹马，你们是竹马的关系，不没有青梅好吗？因为我跟Yibo是最早在公司就是一批练习生，同一天签约的那种。哦，同一天签约，哦，就特别的难得，特别的缘分。对，今天来了三个好朋友，没错啊。Yibo和天天向上呢，可以说是有一个注定的缘分。其实，在成长为天天小兄弟之前呢，就来过天天向上。哎，对，Yibo还记得当年第一次来天天向上是什么时候吗？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是我们组合一起来，2015年6月19号，在队里负责说唱和舞蹈的洛阳来的Yibo。2年前青涩，跟我们在一起待了2年之后就特别不青涩了。哎，对，成熟了。对，我们今天特别不容易啊，能够把Yibo这么多好朋友请到现场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个你不知道的Yibo的大爆料。Yibo，要不你先说了吧，你有什么不好的事儿赶紧说了。我没啥不好的事儿。Yibo没有缺点。Yibo，你应该会从他们的字当中判断出是谁写的啊？你看你师妹写最多，女人的心思就是狠啊，一直写。Yibo，他对我的感情，写完了没有？写完了。我们来贴一下。好的，来加油啊，Yibo。王Yibo，你转过身来。好，你来看一看。上面有怕黑胆小，谁写的？应该我想想啊，你开动脑筋，对，想一想，很难猜的，特别难。他好像是个长头发，长头发的，对，还喜欢牡丹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好像是穿红色衣服，哇，哎，是不是你啊？是不是你写的？太准了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怕黑胆小，谁写的？我，哎，不能说，不是竞猜环节吗？这是对，让王Yibo猜是谁写的啊？好，你再猜猜看，这是谁写的？这是谁写的呢？你为什么怕黑？因为就是之前练习生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一起睡嘛。啊，练习生的待遇是这样的啊？要不友谊怎么建立的呢？对，两个人一间，两个人。对，然后他就不敢就是关灯睡觉。他要开着灯睡觉，就一个人是开灯睡觉的。然后他如果两个人的话，他要摸着另一个人睡觉。摸着另一个人，哇，摸哪儿？耳垂啊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不是这种地方，就是手啊或者什么脚碰着你啊，要抓着。哎，这是什么画面？等一下，这个我可以证明。Yibo晚上比如说看了一个恐怖电影啊，或者听了一个恐怖故事啊。他必须得抓着我，比如我的手放在这儿，他必须得抓着我的手，或者搭着，或者把腿架在我的腿上面，他才能睡得着。就感觉旁边有个人，但有点安全感。那个大张伟是跟Yibo睡一块儿的，对，但是我们没那么熟。他拉你手了吗？我就感觉那天晚上背了别人一宿，然后他就直接上身了。第二个当代唐僧，那个我都不能理解。Yibo，你首先猜猜看是谁写的？陈潇写的吧？为什么？就是猜。你碰见过那么多狐狸精啊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么多狐狸精来吃我吗？陈潇，你说为什么他是当代的唐僧？因为我觉得当代唐僧现在已经变成Yibo的一个代名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就是不太喜欢跟女生交流，也不太喜欢女生。这爆的什么料这是啊？哦，好像跟前面接到一起了。这两趴能不能离得远一点会比较好？不要乱说话。没有，我看了就是之前播出的那个《天天向上》，然后你们一起合宿，然后Yibo的床头其实是摆了几张照片的，大家记得吗？是，那是一个关键点。对，然后呢，他把所有照片都扣下去了。对，你有考虑过我们的感受吗？其中有一张就是跟陈潇一起的。他睡个觉考虑你们感受干嘛？对不对？说，当时为什么靠他说那三张照片，感觉我这个人就放跟三个女生的合照，就感觉我只愿意跟女孩做朋友的意思。对，就比较那个花心的感觉。我以为你是就是
床头摆照片有一些忌惮。哎呦，有的人呢、啊、睡觉有这种讲究，比如说床头不能有镜子，哎，因为怕自己起床的时候不要。啊，卸了妆以后呢？是卸了妆嘛，本来就胆小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，一博，你解释一下，你是这个样子吗？你怕就是拍出来让别人误会？误会就是我跟很多个女生，很多个女生。但你是不是真的就不喜欢跟女生交流？那肯定不是啊，因为之前祖儿来的时候也说，一博是完全一句话都不跟他零交流的，零交流。就是那种，那是因为陌生不认识那个时候。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当时的这些小动作。最后我就一直在吵着睡觉，因为我真的自己特别无聊。他回头跟我说一句，说你是我见过话最多的人，你们家里的人没有嫌你烦吗？嫌你烦吗？烦吗？王一博继续跟他说话，他又对我一个表情，我就控制住我自己。他对我什么表情？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三个，第三个就不会写字儿 啊，特别简单。这个是哎，看我们啊，哎，不是不是，第三声是啊。啊啊，就是啊啊，这个声音是怎么回事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写的？台上还有第四个人爆料吗？大家平时看王一博，刚才也看到了，特别高冷吧？想不到他在我们私底下经常会跟我撒娇。啊？对，就是这个声音。大家听到那个撒娇的声音以后，大家觉得好像他真的不是那样子，但是他。在我面前，比如说想让我陪他去逛街，有过求，可能不会那么夸张。你大概是怎么求？怎么求？我不太记得，因为那时候做练习生，就可能大哥哥嘛，然后会让他给我买个水啊，买个饮料、啊。可能就是那种小弟弟求哥哥的感觉。那怎么求法呢？我不记得。他就是不想做。对，来一个嘛，一博。哎，轩哥，帮我买个水。哎，不是这样子。一波不是这样，一波都说哥，然后就是这样，他说求求你了。嗯，我在演你，你在演我。你下回做节目别叫他来，你知道吧？是这个道理啊。一波难为你了啊。啊，来，轩哥啊，陪我逛街啊。啊，可能。轩哥陪我去。一波啊，真的这样子，我绝对没有夸张。那时候还小嘛。是吧？那时候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的一期节目，对不对？那时候怎么会想到呢？否则的话，打死也不会干啊。